个。哎，我让着你，好吧？虽然我这个大，但是我有信心赢过你。跟你说，我是最快。好了，预备啊，准备啊，大家准备好，准备好，准备好啊！来啊，观众给咱们加加油啊，看谁吃得快，好不好？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，安琪的肚上是死的再来一只。安琪小时候家里该有多穷啊，这只不过是个棉花糖啊。我跟你说啊，怎么了？安琪准备要说入口即化是吧？不是，稍微有点干。我对不起安阳，给我取这么个名字。安妮，你怎么吃的？他怎么吃的？我从来没有见过吃这么快的。他这个回去以后再回放看一下啊，我刚刚也没看清楚。